叫五十五号结果，但我现在希望大家可以去想象，我们现在就在那一个已经不见的露台戏院，然后你好像就在看一场一出一出的戏，跟着你重要的朋友，或者是你自己前来也很好。对，那我们就是想带大家到以前的台中，或者是看见以前的台湾，希望你们可以听到一点北管音乐的热闹的气氛，谢谢。